你在我讲的是哦，你知不知道，其实我们哦，台湾对日本职棒队组成的国家队，过去这么多年只有一个人打过全垒打，风炮炸裂，谁？陈金锋打炳修，打上原浩志，但你也是风炮炸裂打日本队，哎，陈金锋是。是后面上去的嘛？对，然后因为看前面的投手他们都很积极在攻击好球带，所以上去就是照着板间这边给我设定的位置，然后去积极进攻了。对啊，就是有好的结果，我就很开心这样。是戴培峰讲得非常的好，哎，这边有没有人会喊？我刚刚有喊戴培峰、陪你峰的，来准备一二三。就是说，他虽然没有先发，在板凳的时候不是在那边发呆放空，哎，对不对？还是必须要紧盯的场上，才可以有机会一上场就好好的发挥。